然后这一场呢，我们发现了这一台它是全部都是，它是完全是斜洞口的状态。然后我想说，如果去用十块钱把它全部十块钱都绑绑绑绑，应该全部都挤在这里。但是它的洞口缩的非常小，比我的手张开还要小。你看，太小了吧？比我手张开还要小，所以我在想，反正我们就用试一下，反正看能不能全部弹过来，弹过来会不会一个一楼，然后二楼又判过去？你想太多了，难讲。他可以甩，那甩幅怎么样？两拍哦，这个也过来，可以。反正现在的就是先这样子，扰乱就对了。对，先这样子，一直搞。你看，然后呢？没有，这个鱼豆子要过来一点。信不信弹得过去？不信。来啊，弹短音。丢劈，打丢劈。逆斜转。对。丢劈气得出来吗？先这个过来一点。他要不要能不能吸得出来？其实我也很纳闷，因为他洞口真是缩的。二楼。他洞口是真的缩太多了，整个被磨空去啊！怎么出货嘞？保夹卡洞。这个哦，这有办法保夹卡洞吗？卡在那个杆子上面。哇、哦！哇、哦！安妮娜，直接打布鲁克。弹不过来。交换而已，而且这一它保价1080，如果打个3500的话，那也不叫吃饱了。哦，那、欸啊、这怎么办？哎、欸，会不会卡到保价？可是我没有打算打到保，去抓后面的，你现在去甩后面的，把它一个推，有机会会直接出。一二，弹一下，好来了，真的吗？嗯，这个很难卡啦，它这个角度，对，哎呦，会出哦，我觉得会出。你看我在打，我打200，其实还好。好吧，出了就出了。哎呀，不会啊，它打不错啦，你这样甩根本抓不到它，是吗？嗯。哎呦！这插尾，这样有没有办法卡动？我没有想过这样子的画面呢。你把逆斜那个甩打可以推上来一点吗？不行，不行，我先抓布鲁克好了。布鲁克先抓一下，弹一下。怎么办？甩后面的布鲁克。去撞他嘛！一次撞这几盒。等一下，要变位置。嗯。布鲁克，你可以再弹上去吗？那最好布鲁克弹在那个后面那个位置，然后我去甩，全包起来弹一下。哇，过不去。这样子哦。撞。撞。哎呦，会不会出？它已经横出来了。再一次，一次出两盒，中，有，哦，后面没有一盒可以让我去推它，很尴尬，推，推不过，那个齿卡住了，对啊，推，看，哎，可是现在张可以卡动，我觉得可以卡，但是你距离差太多了，你看我现在刚刚这样打来打去也才400。你看，才差680，啊，我万一下来卡住，它卡住之后，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再继续叠啊，所以没意义啊。所以能出就尽量直接出了。
哦，来了。这样撞得到吗？试试看。哎呦！哎呦！看我腰，它是歪了，拨到它了，夹不到哎、欸。有了。撞！它为什么刚刚有放？撞啊！哎呦！它通通都是。都弹上去了哎、欸。啊，不好哎、欸。那、啊、我知道了。这样，过他一脚，过不过去？啊，吃到了，也不如客人吧，甩打。哇，刚刚那个很完美的。哎呦，吸呀！快要出来了，甩打，甩到最后面那一盒，起来推，干！哎呦，甩到后面那一盒，起来撞，撞啊，住啊，他完全卡住啊！再一次撞，可以了，撞，可以，哎、欸，很大力的哎、欸，这样子甩打，这样打得到吗？哦，不然你弄一下，会不会想换位置？没，应该没有用。它是卡很死。哎呦，哪呢？无缘呐，干你都无缘呐。吸一下，哎、欸，吸它，推它。嗯。哦。哇，我还以为布鲁克可以出来。嗯，我也觉得他可以出说。这盒这样打超多的哎、欸。这一盒等于打了600多块左右，也没有到超多啦。他如果一个角度往洞口弹的话，有机会直接喷出来。应该很难吧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继续。打到底啊、喔！打到底。好，说喷就喷了，你看，好吧？踢他。你看过不去啊！过不去。嘿。哎，再吸一下吗？怎么出了？眨眼呢、欸，不想出的时候，不想玩的时候，他原本我们打算，哎、欸，应该会吃到底的啦，结果没想到几十块，他补位，对，他补位，然后我拨他一下位就出了，越来越少了，对啊，但是有时候弹跳台越来越少，他就很有机会直接喷，很有机会直接他一个角度45度角，抓他，等一下，先让他那给他个空间，没有空间的。这盒都不弹过来哎。对啊，你看我其他的怎么弹，就是往洞口喷。那布鲁克怎么弹，就是一直在里面。弹过来了吧？有了，还有刹车住了。他是不是要这样拨一下？不知道哎。布鲁克直接弹出来啊、哦！看到？眼睛不要眨一下。没有。但是吸得过来吗？哎、欸，它可以吸起来哎、欸，下去。哇，这个洞，这个台这样子很吸，因为你一直不知道到底怎么出，但是又无意间又出了。拨它，我不能吃到它。能不能拨它一个头？砰，它倒下来。刚刚不是布鲁克的位置吗？布鲁克帮他一下，他站着是比较没解。对啊，刚刚那一盒是这样跨着这样子。哎呀，你看，哎呦，摸着再打一下吗？嗯。
最后整个逆转啊，不如看，你看二四，我刚还了1000块，对啊，还有40块，所以这三盒总共打了960，布鲁克不谈一下吗？来了，布鲁克说来就来。哦，你看说来就来，阿哥这里怎么办？知道哎，我就在这个点喽。吸他，对，吸他。哎，你现在翻不行，他会那个。干了，我再吸一下。这样子嘞，他是有点卡住了，要明豆子撞他吗？算了，我直接一个。大胆一点。哎哦，哎要出了。没有。天助我也。啊，怎么解？甩波他一个点。波台。哦、就是稍微收，过它上面的那个点。对啊。啊！它撞一下会不会比较好？应该不会。阿林，有算出货吗？没算。哎、欸，怎么卡这样子啊？哎、欸，卡住了，这怎么办？就只能拿东西撞，拿米豆子撞他看看。哦，他没有他出了。哇！刚这下出了哎，他没有他的话已经出了呢。他是因为出来，然后看到他刀滑。可是这里怎么出？你不要夹套他哦。那怎么办？哇塞！不懂，不知道。你只要摸到他。就是要摸它了，不然呢？因为它是整个卡死的哦、喔。啊，你看、啊，只能这样子啊，没办法、啊，因为它卡死了啊。甩打让它躺着。对啊。再来。我瞬间破解这台怎么打是这样子吗？越弹好越好弹的。刚直接弹出来，我那个弹出来的那个感觉啊！来了，你弹。我们的布鲁克没有这一盒哎。对啊，跟这一盒是真的没缘呐。哎，吸他。这里吸得到吗？点它一下。要靠腰。哎呀！哎、欸、哎，它怎么过？刚刚怎么突然放掉？对啊。再放一次嘛。所以这台是真的有机会，就是直接喷出来。我们刚刚那一下，真的那个米豆子直接喷出来了。这个角度吗？不知道，全包就对了。哎、欸，在这里，窝起来啊！啊，这位置不对。这台是真的可以直接喷出来。弹了。他搭车。对啊。全包，哎、欸，弹，哎、欸，来了吗？来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逆转胜。逆转胜，啊，这个也要。玩一下好了，说不定他等一下就会弹出来了。这个要打2.5，它太低了。吃到，哎、欸，哎呦，好，吼吼，哟，全包，再给他10块的机会，没有，他这次全包就好了。谈天不是本来就要全包吗？对啊。
真的很想要看它直接喷出来的画面。可惜迷豆子。这个角度直接全包了，不管。拖。哇，这角度很尴尬。这角度太尴尬了。对啊，搅不起来，吸它一下。让它吸起来。过了。真的吗？打一下吗？哎呀！哦，你把你吃了。空空。青苔，刚刚有人还怕要吃饱，没有，是我们最后突然之间运气来了，运气来了，然后突然不知道为什么灵机一动，噔破解，噔就知道怎么打了。你看看这洞口，这洞口，洞口是真的小，但是它就是很容易帮，就垮帮就在洞口。然后我们刚刚有一个差一点很漂亮的自杀出货，就这一个，它已经弹过去了哦，啊，布鲁克在那里把它滑下来，布鲁克卡洞。对啊，布鲁克卡洞啊，什么时候卡？我要弹出来的是那个时候，他给我卡洞。耶，可以送了。对啊，叫你打这盒都是要送。然后我们刚刚，我原本换了1200打完，然后我们又去换了1000，但是1000几乎没什么动，没动，只打了一顶多100多块了。布鲁克好像也才多少出了？对啊，没多少。那我们这次总共打了6盒，终于清台。然后我们第一次挑战这种台面，还不错。对啊。一开始我想说他缩成这样子到底要怎么打，可是没想到他画的后翻烫。所以他说可弹可解，但是很尴尬啊，他这个洞口只能放标准盒，宽盒我觉得应该是过不去，卡死。宽盒应该是必卡，宽盒就是保甲卡，对，保甲卡洞。好，那我们这次总共就打这6盒青苔成功，然后我们有打出一盒最新的和之国的布鲁克，对，那我们的惯例就是最新的，然后第一盒就是抽奖，好，那这一个布鲁克就抽奖送给大家，那抽奖办法一样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好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